315 Rickett Motel 汽车旅馆距离基督城机场只有10分钟车程，距离赛马场只有5分钟车程，提供无限制的免费无线网络连接以及往返于基督城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房间均配有空调以及50多个卫星频道的平面电视。房间的小厨房内均配有驻塞咖啡，部分公寓配有 SPA 浴缸。 Motel 提供安全的免费内部停车场。汽车旅馆每天早晨供应欧式早餐，客人可以使用公用的洗衣设施和干洗服务。旅游咨询台可以预订跳伞、赏鲸以及与海豚一起游泳活动。 Rickton 200 Holiday House 是新西兰基督城315 Motel 首家连锁店，距离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距机场不到10分钟车程。酒店交通便利，设施齐全，是您家庭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酒店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使用面积350平方米，集住宿、餐饮和娱乐服务于一体，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共有房间4间，可供4-10人居住。酒店自身定位是服务于家庭休闲旅游，如果您想有一个安静舒适不被打扰的旅行，那这里一定是您的不二选择。玫瑰园内摆出白玫瑰，蕴含着浓郁的新西兰文化气息，茶室的设计让您虽身处异国但亲切备至，酒店环境优美让您充分领略和感受到宁静与祥和。我们一贯秉承要做就做最优秀，满足客户需求，超越客户期待的理念，把为您提供最完善最完美的服务始终作为我们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您的开心与快乐就是我们的满足与追求。